蜈蚣的视力极其不好，平时基本是靠触觉和嗅觉来找路。当蜈蚣面对鸡时，很难找到鸡的准确位置，不能发动有力的攻击。鸡的脚上虽然没有羽毛保护，但却常有厚厚的角质层，这些角质层也能抵挡蜈蚣的毒牙，并且鸡十分灵活，还拥有尖嘴和利爪，这些都能对蜈蚣造成致命伤害。因此当蜈蚣遇到鸡，只能任鸡宰割。蜈蚣含有剧毒，为啥鸡吃了一点事情都没有呢？人吃了蜈蚣会丧命，为啥鸡吃了一点事都没有呢？蜈蚣的毒液虽然厉害，但只要不进入到血液中就发挥不了作用。先前有主播因为吃了蜈蚣而死亡，是因为其口腔或者内脏中存有伤口，而毒液则通过伤口进入到了他的血液中，这才导致了主播的死亡。鸡和人不同，鸡的消化能力很强，它们的胃酸很强大。蜈蚣的毒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蛋白质，鸡强大的胃酸可以直接将毒液分解掉，所以鸡即使吃了蜈蚣，其毒素也不会造成伤害。此外，鸡的血液中还存有一种叫原白细胞的免疫细胞，这些细胞能自动识别细菌和病原体。当蜈蚣毒液进入到鸡的血液后，这些免疫细胞会自动清除掉这些毒素，所以蜈蚣的毒素根本不可能对鸡造成任何伤害。不仅如此，蜈蚣的体表有一些长短不一的刺毛，这会极大的刺激到鸡的肠胃，使鸡变得异常兴奋，所以蜈蚣也是鸡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。鸡经常吃蜈蚣还不会中毒，乡村的不少老人都认为鸡的口水具有解蜈蚣毒的功效，所以每当有人被咬伤，人们就会将鸡的口水涂抹在被蜈蚣咬伤的地方，但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研究表明此方法可以解毒，因此不建议使用。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当我们被蜈蚣咬伤后，应该先用碱性肥皂水冲洗，并及时到医院就医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。